欢迎再次收看《Mood》的变形金刚放生，是我们第281届节目将冠放这款 Transformers Dark Force Moon Deluxe Class Air Raid 空袭。这款旧蜡算是我最近才去做一个购得的，就是当年看到我电影系的玩具啦，电影一、电影三是算收的最多，就当年就买了很多那时候的玩具。电影二的话比较没有买那么多，所以现在回头追算是蛮辛苦的。对，那这款的话，我当年电影三的玩具其实买的蛮多，所以后来就最近看了一些。前阵子啦，看了一些，就是我哪些角色，就是我稍微还有兴趣，然后就是当年没有买，现在做一个看有没有找到一些比较便宜的价格，就去补齐它。对，那这款的话就是其中一员哦。当年的话看到它真的是完全提不起任何想要购买它的欲望，就是因为它没有在电影里头登场嘛，然后好像应该是在那个电玩游戏里头登场的角色。那比较有趣的是说，这个玩具就这个名字，它是叫做 Air Raid 嘛，就是空袭。这个模具每日版都有推出，但除了这个名字，除了这个模具有用呢，在同系列的日版又拿之前电影第二集，但这个不是原色版，这个是就是电影第二集之后重涂的 Thrust。原模的话应该是叫 Breakaway， 就是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什么，反正就是 Breakaway， 那个就是有点土黄色，然后上面有一些奇怪图腾的博派角色。对，是拿这个模具，电影第三集日版又拿这个模具重涂成一个，就是这个模具这个版本的头，如果记没错，头雕应该是这个版本，这个涂丝的这个版本的头雕，然后就全机涂成了灰色，然后做一个重新的包装，重新推出，然后也叫 Air Raid， 就同期完全同期电影第三集日版推出了两个 Air Raid 的模具啦。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跟各位稍微提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那这款玩具的话，当时我当年看到是完全，第一就是它这个人形真的不是说特别好看，对，就不是很吸引我啦。然后再来就是它没有登场在电影当中，所以又更提不起劲去做一个购买了。那现在看的话，就突然前阵子看到，就觉得说好像特殊的有点意思吧。然后就开始上网爬了一下，一开始是有找到一个全新的日版在网拍上面750块，有一点贵，所以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大概加进购物车有个两三个月吧，然后都没有去做一个购买，等到我即将要下单的前一天就卖出去了。对，好像不是卖出去了，它就是下架，然后重新上架变成1500块新台币，1500。你在跟我开玩笑吗？750直接跳上去1500，就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那个卖家，说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对这款玩具有兴趣，然后我加入购物车很久了，记得之前价钱应该是750，很清楚，然后怎么会突然就是变1500了呢？然后那个卖家就没有回复我，所以就算了。对，那再来的话呢，又看到了就是脸书的交易板上面有人丢日版全新品650块新台币，结果我刚看到就被人家买走了，所以就算是没有缘分。然后再来的话，我就直接上，就忍不住了，想说以前看到这款就觉得还好，但现在就突然莫名的想要，对，然后就上板蒸了一下，那蒸马上就蒸到了，对，根本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就有人就讯息我说，他那边有一只二手，算是保存的还不错，这样子，然后问说500块钱要不要？那我考虑了，因为刚刚失去了一个650可以买到日版全新品的机会，所以看到500，想说每版500，其实它每日版没有差别啦，就是多了一张人物卡这样，所以每日版其实不是很重要，只是想说原本有一个全新650的，然后现在剩一个二手品500块，这样差150，然后就可以全新就变就价差没有很大，150而已，想说好像有一点贵，但后来考虑了一下。就是网上面再搜了一下，发现好像这个玩具现在要买到不是那么容易了。对，当年的话可能算是一个三 G 的玩具，但现在要买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就又回去私讯那个询问我的卖家，就500块钱就跟他做一个购的这款。整体玩下来的话，算是我觉得还不错啦。虽然它在同期的话算是一个比较瘦小的玩具，这也是当年电影三推出的，这个应该是 Nitro Bumblebee 吧，那时候好像翻成什么重装大黄蜂，不知道，就氮气版本的这个大黄蜂，它体型
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大，因为它原本这样四肢细细长长，我原本以为它会算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Deluxe， 但后来发现，哎，没有，它真的不是特别高，就是我们以头来算的话，真的不算是特别高。那塑胶的用量当然，因为它比较瘦小，所以也比较少。那我们拿一个近期的 Deluxe， 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个体型哦，就是真的不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啦。我们把镜头拉近，再给各位看一下它一个细节。首先是头雕，头的话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说是帅啦，就是有一个很像鸡冠的一个造型，然后脸部的话就是一张蛮憨厚的脸这样子，然后有一个透光键，效果的话算是还不错，对，还不错，但不算特别好的一个透光呈现啦。然后头部的话可以做一个旋转，不是球形关节哦、喔。手部的话呢，当初可能是很诟病，就是他的右手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拳头，就是他左手这边的话，武器拿掉的话，这里有一个拳头的造型，但另外一侧却做出一个不对称的造型。它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机翼的部分，机尾翼的部分就直接给你摊在这边了，就没有另外做出一个拳头的造型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话，其实觉得，哎，好像蛮合我胃口，意外的合我胃口。就是说，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他这样子有点敷衍啊，这个变形怎么就这样子做一个处理，没有给他一个拳头。但我自己看的话是觉得还好，因为它很明显就是，但你知道它是一个机尾翼，但它这里因为刚好有两处关节可以去做一个折叠，就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大动作的一个 pose， 就是动态的 pose， 就是很像是一个在甩一个武器、流星锤之类的东西。我自己就觉得，哎，蛮帅的、喔。然后再搭配上它另外附带的这个当年的电影第三集都会附带的这个抽动武器，有些人喜欢了，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欢。我自己的话是倾向于还好。不排斥，对，不排斥。那当年的这个走动武器就是 Deluxe 以下，应该说 Deluxe 啦，因为有走动武器就只有 D 级跟 B 级 ，LG 以上也没有了嘛。就是 Deluxe 的这种走动武器比较可惜，是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锁定哦、喔，就是按触发之后没办法锁定。Voyager 的话是可以，就是按出去，它整个爆开就弹开了它的一些装置之后，你有一个地方可以旋转或者是卡扣卡住之类的，它就可以做一个锁定，就是呈现在它的一个走动武器爆发，就是应该说那个机动触发，不是机动机制触发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手上这款这个圆盘，这个算是这款玩具的走动武器，算是当年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因为很多走动武器的话，在当年它变成载具形态下，都是一个很奇葩的外观，就是硬要挂在身上那种感觉。那这款的话呢，它会成为载具形态下飞机的一部分哦、喔，所以算是，当然它也是外挂，只是就是它会成为飞机的一部分，所以算是蛮成功的一个案例。那它触发的机制就是，主要是推这块灰色的地方，我们往前推 ，OK， 就会弹射出来一个类似像炮的一个装置哦、喔。那很可惜，就没有办法锁定的话，能够锁定的话会比较好啦，就多一个武器的选择。不然你如果让它握在手上推一下，啊，手放开它就弹回去了，所以等于是没有用。那我自己的话，它原本安插应该是要这样了，就让它很像握持一个枪。那我自己的话是习惯转180度，就是让它呈现一个有点像是拿流星锤啊、嗯，这边手是长一个流星锤，另一侧的话就拿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这个盾牌，我是觉得蛮搭配的啦。另一侧的这个手就是拳头，拳头这里的话就是一个球形关节这样子。好，那胸口这一带涂装细节呈现算是蛮好的、喔。然后有一些这种金色的涂装在这一带，胸口这一带造型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好，那腰的话没有腰转，然后脚的话也是球形关节，这里的话有开一个关节，膝盖弯曲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下面这块的话是变形所需，人形态下除了这个流星锤有些人不是很喜欢以外呢，还有一个地方为人诟病，就是抓了一个脚实在是太直了，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造型呈现，它就是直筒筒的就这样子下来，尤其正面看会特别的一个呆啦，就是看起来又有点矮，就是你稍微切一个角落的话会好一点，就是这个大腿的部分我们露出来，会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呆板。但如果你整个打直这样看，就真的是不怎么好看的一双腿啦。翻到背面看的话，就是一个飞机头呈现在这边。那你如果不要让它就是折成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打直，然后这样放下来，也是可以，就看你个人想要怎么摆放都行。背包的话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机头嘛，那不算大啦，我觉得不算大。然后两根翅膀在上面。武器的话，你喜欢也是可以背在它背后上面这个洞啦，就让它有一种很像美国队长背着这个盾牌的感觉。但我自己是不太喜欢，我还是习惯拿在手上。接下来各位示范一个变形过程哦。首先的话，我自己习惯先从脚部开始变形，我们把这个后脚跟收。OK， 打平之后，后面这一侧的这个部件往侧边翻，先把它翻开就行了。好，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手先移到旁边去。我们拖着这个机，应该说它的背包就是这个机头的部分往下拉，
OK， 往下拉的同时，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关节的联动，所以它头部会跟着下来，头部会跟着收起来。OK， 就先呈现这个样子之后呢，头缩进去，我们就可以利用肩膀这束关节，把它这个手转进去到里面来。OK， 转进去到里面来，两侧都是一样的。再来的话，我们肌尾这边就可以先做一个利用二头肌关节跟肘部关节做调整，把它调整成这个样子。再来，我们把它肩膀上面这两片肌这一带往外推，然后肌的部分就可以先移到旁边去做一个结合，呈现这个样子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原本流星锤类似流星锤这个武器的部分，就可以利用双关节把它折进来。折进来之后，它没有一个确切，还没有一个确切卡扣的咬合，就只是先这样形状对应着，先放着前面部件这个脚的部分移上去，它就会有一个卡扣位点可以去做一个锁定。那再来的话，就是上面这一片可以先移开，以免它挡到就是我们脚部的变形，要把它的两只脚呢翻到上面去哦。就是利用里面这束关节折上来之后，这个球关，利用球关跟里面这束关节把它折上来。OK， 折上来之后，再利用这束旋转的关节折成这个样子，两侧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是一个飞机顶部的一个部分，两只脚做一个合并。OK， 合并之后呢，这里有两这里有两个凸哦，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对应手，原本这个手臂地方的两个洞。就可以做一个结合。这边的话要稍微做调整了，比较因为它看不到，你在扣的时候看不太到，所以就是要稍微摸索一下。OK， 行，这样子，然后变扣进去之后呢，要扣到底哦。扣进去之后，两片就可以往内翻折，把它给夹住。OK， 这样子做一个包满的一个动作。好，接下来的话很明显就是只剩下机头，机头的话就翻下来，然后原本这一块折回去原本的位置，扣好之后两侧再把它给折下来。OK， 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把刚刚这个轴动武器哦，可以扣在这个飞机上方，这边有两个横杆，对应这边就是两个夹子，就把它给稍微对齐，对齐之后用力 cap， 这样来的话呢，这款 Air Raid 就算是变身完成啦。在剧情来说，算是比我想象中小很多。我们拿出一个近期官方推出的这个王国系列重图的 GS Transmutate 变异体。体型大概就这样嘛，不是特别大只的一台飞行载具。那它主要的话，飞机形态是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很干净。然后底部，哇塞，这个当然这边有一些机器人部件暴露出来，可是算是一个非常干净，而且连底盘这个形状都算是很圆滑，收得很漂亮，很干净的一款。飞行载具哦。那绿色的话，当然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这种载具是这样的绿色了，但是。以整体的造型来说，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那它造型好看，这是它的一大优点，就是这款玩具的载具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可能可以说是为了这个载具才买这款玩具。它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点，就是说拳头在机尾这个地方就直接落在这里，没有特别去做一个收纳。有些人的话干脆就直接把它拔掉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很容易去做拔除。那我们这边就不特别做示范，反正就是各位知道就行了啊。对 对， 对，这个地方的话。刚刚忘了翻出来，就是它有一个后轮的起落架，让它在载具前下站得比较稳。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就是因为它轴动武器有点重了，会容易就是机头会这样翘起来。就像这个涡轮的这个部分也是有一些银漆的一个涂装了。那起落架的话是可以收，你不喜欢的话就把它收起来，这样子是一个灰色的塑胶件。细节呈现的话，就是但因为我是买二手品，所以这些银漆有一些刮损什么的，是还好啦，我觉得保存上算是以二手品来说还行吧。那这边的话，有一个 All of Us 一个 logo 在这边，银色的涂装相当漂亮。身上的话，主要就是银色线条，简单的银色线条点缀啦。那主体的话，就是以绿色跟这个比较深的墨绿色作为一个机体的一个配色这样子。然后后方的话，也是一些银色的涂装。那这两块的话。这个地方比较容易产生白痕哦，因为我跟那个卖家购买的话，他手上是有一只二手，一只全新的，那全新卖比较贵，所以我就买二手的。那他那款全新品还没有拆，可是在包装里面看到他好像就是已经这里有产生白痕了，对，因为那个卖家拍给我这款二手品的时候，我就看说，怎么这边好像有白痕，就请他细拍，然后就再拍了这款的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白痕，然后他就说，可是他那款全新的时候刚拿到就也是有白痕，所以这应该是原厂。就是公差没有算准，怎么样就扣上去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白痕。那各位在把握的时候就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它已经有白痕了，所以这两片的话是比较松动的这样子，这应该是通病啦。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载具形态上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玩具，那是不会特别推荐各位去买这款玩具。我主要是因为有前阵子心血来潮，稍微看了一下电影第三集的玩具，就是我有哪些还没有收起，
那 L 级的话，我自己是手上只有御田至尊啦，因为铁皮跟大黄蜂都有 KO 版，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敢买。那其他的话就是看一下这个 Deluxe 跟 Voyager， 我还有哪些角色没有收的，那看看网上有没有一些不错的价格啊，没有的话就上版征征看，那如果刚好征到的话，就去做一个入手，补齐一些当年错过的好玩具吧。那这款的话算是一个变形，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玩哦。然后人形的话算是特别，载具形态下真的很。收的相当干净，很漂亮了。那当然，这个有一些问题是存在的。不过我自己就觉得还不错啦，以一个现金用500块钱买到的玩具，我自己是觉得蛮值得。但它当然体型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这个是比较可惜一点。不过整体来说也算是一个水准之上的玩具吧，不会特别推荐各位买啦。但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个300-400块的价格，这款玩具的话，二手品，那无缺损，保存还算不错的话，可以考虑入手啦，是一个。就是不错玩，算特别，当年算特别的一个造型比较特别的机器人。好，那大概就这样吧。今天节目的就跟各位节目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